小温啊，今天见到你我也算放心了，长得也算是人模人样的啊。哦，呸呸呸，一表人才。没事没事，相信哪天离婚了，你们也能像我和他爹一样相敬如宾，宽容以待啊。我们公平竞争，公平竞争，我们一起辅助进程完成，这段时间内谁也别打扰谁，一切等结果出来之后见分晓。在家里可以拥抱亲吻，他现在是我的未婚夫。真的是你的吗？现在都什么情况了，敌人的号角已经吹响了。月圆，上升。